11月16号星期三的一个嘅鳄鱼谈啊，大家头先睇到呢啲嘅片段，系咪好似似曾相识咁样？哇，又有人推水马，推呢啲嘅胶板啊，又推翻呢啲嘅警车啊，咁样啊，又出动呢啲嘅水炮车镇压啦。唔讲唔知，虽然啦，一睇就知唔系我哋熟悉嘅香港，但系睇嗰啲有啊，稀头花、稀眼睛、黄皮肤，就一定系知捻到喺一个嘅中华大地里边咧，就发生紧一啲吓。对抗警察啊，市民骚乱啊，或者是市民要上街抗议啊，是吧，就表达他们的不满啊，那种的这些的情况。唔通啊，那些啊建制的这些的撚屌啊，小粉红啊，蓝丝死产啊，个个会不会屌你咩暴跳如雷，咦，又似你班港产又将这些的黑暴的概念啊感染我们一个的中华大地呢，咁撚樣，如果你咁撚樣諗咧，就未免太抬舉咗我哋嘅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喺香港嘅一個嘅抗爭運動啦。咁啊，實情咁啊，點解會有咁多呢啲好似嚇官逼民反、市民上街，咁啊跟住咧就出動大量警力鎮壓啊，又水炮車又成成嘅呢啲咁嘅撚屌嘅情況咧？咁啊，當然就係嚇四個字嘅啫，官逼民反係嘛？屌你老尾閪，你唔撚俾條山路大家行啊！屌你老尾冚家產！我他生唔撚到，你都唔撚旨意有活路啊！咁啊，市民咪当然要上街，系咪就表达佢哋嘅不满，唔撚想啊！屌你老尾閪啊！俾人哋长期依一个嘅围封啦！咁啊，事发依个地点，大家如果有留心啊，依一个嘅新闻就知道咧，广州区啊，依一个嘅广州市嘅依一个嘅啊海珠区咧，就系近日咧就俾人哋就围封强检嘅。咁而家头先喺片段里面睇到嘅就係海珠区里面一条嘅叫做城中村，应该照解释乜鸠嘢叫做城中村啦。咁啊，大家都知谂得到啦，即係香港啊，即係而家同大陆里面嘅消息啊，就唔係话即係咁撚屌你老尾閪啊，透明啊，可以知谂到中国国内里面发生緊啲乜鸠嘢。自从2019年嘅社会抗争运动之后，有乜撚嘢打击香港嘅屌你老尾嘅新闻自由啊，严格管控啊，咩嘅资讯啊，呢啲嘅知识嘅呢啲嘅资讯嘅流通啊，又话屌你老尾閪啊，香港人报道一啲嘅新闻，一个动涉唔撚觉意就话你乜撚嘢假新闻啊，散播流料啊，屌你老尾閪系嘛，鼓吹啊，屌你大家对呢一个嘅祖国嘅呢啲嘅仇恨啊，甚至无好多有良心嘅呢啲嘅媒体啊，都俾佢哋搞撚到，屌你老尾閪，拉门山闸封艇，屌你老尾，甚至无资产冻结，搞呢啲嘅新闻嘅呢啲嘅创办人啊，呢啲嘅编辑啊，跑新闻嘅记者啊，分分钟屌你老尾，而家都仲可能系孭紧好捻多嘅官司，等紧呢一个冚家产排期审判。屌你老肥，又话屌啊星陷啊山羊呢啲咁嘅宣传外国势力啊，屌你老尾吓，呢一个反中乱港嘅呢个信息，我哋既然系咁捻样搞法，边有人再够胆啊？屌你老尾系报道事实嘅真相啊！咁啊冇得报道事实嘅真相，咁啊即系喺香港里边嘅市民，个个都唔捻知呢个世界其实发生紧啲乜鸠嘢。
中國裏面有幾閪冧啊？當然大家亦都唔夠知道。茶餘飯後可能你有啲啊，屌你咩嘅藍絲廢佬啊，屌你咩撩撚住啊，屌你咩食緊蝦餃啊，飲緊呢一個嘅龍寶梨啊，仲講緊祖國嘅強大，屌你老尾係祖國幾撚威風，甚至毛澤近平而家都唔撚使擔心啦，屌你老尾出去呢一個嘅印尼開支20啦，係嘛？屌你老尾通關在即啊，咁樣樣。實情中國而家就屌你個老尾係仍然係口撚水深火熱，特別係我哋個温暖嘅南方嘅呢一個嘅廣州、廣東省，仍然不時咧就爆發一啲嘅疫情啊，而好撚多嘅地方就已經咧就進行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嘅圍封強檢啊！咁好啦，咁啊呢一個嘅廣州近日咧呢一個嘅海珠區咧就屌你老尾已經係第二度啊，就已經咧就喺度咧就延長嘅呢一個嘅冚家產嘅呢一個嘅封控。喺一個5號至7號11月嘅呢個時候咧，就已經首先咧就因為太撚多人中招咧，就已經咧就已經仲要圍封啊，係嘛？即係要要依一個封城。咁啊點不知咧就去撚到11號啊，甚至到去到而家，仍然有一啲嘅區咧就仍然係俾人就封鳩咗嘅。咁啊好撚多嘅呢啲嘅廣州人咧就火都滾撚埋啦，屌封啊就代表啲乜撚嘢啊？哇，好撚多嘢要搞嘅喎。咁首先啊，全個社區啊，全個區域裏邊嘅呢啲嘅市民啊。全鳩部唔鳩該你要實施呢一個嘅封閉式嘅呢一個嘅管理，咁啊海珠區一啲嘅高速公路嘅出入口啊，即係入又唔撚俾入得，出又唔撚俾出得，全部就俾人咧就屌你咪整撚咗薄咯，係嘛？間鳩住你與外隔絕，咁啊市民咧原則上咧就乜都唔撚好做，大家就踎撚喺屋企裏邊，咁啊乜撚嘢可以做啊？咁啊除咗屌閪打牌，即係冇撚嘢做。屋企唔夠四隻腳，乜點啊左手打右手，咁咪點撚樣？咁啊如果屋企裏邊咧屌你老尾閪，你要抽生死籌，抽條撚樣出嚟，每一日裏邊咧就可以派一條友定時定候，屌你老尾閪啊！依一個嘅分區限流。同埋咧就係啊，依一個嘅有時有序咁樣樣咧，就係實施咧，就派一條嘅代表出去咧，喺個區裏邊咧，就係一啲嘅超級市場咧，就買一啲嘅必需品。咁好啦，咁啊呢啲嘅社區小區啊，呢啲嘅城中村啊，乜撚嘢嘅產業園啊，乜撚嘢嘅屌你咩嗰啲嘅廠區啊，嚴格咧就係封閉密封式嘅依一個管理。我好撚多嘅朋友仍然從事緊 China Trade 嘅咧。近排咧就啲好希望啊，11月中啊就屌你老尾，嗱嗱臨有啲乜撚嘢做起咗，都屌你咪即刻拉出廠送去碼頭啊！屌喳喳臨安排船期都可以閃啊！如果唔撚係唔撚知，跟間又依一區又要封，跟間又嗰一個廠區又要封，啲工人就混撚咗喺度，屌你老尾啲貨做撚起咗就拉唔撚鳩走，唔撚知你封撚咗幾耐，就含得撚橡皮糖就好撚大鑊，咁啊不停咧就 WhatsApp 我咧就同我喺度訴苦。咁啊，工人亦都分分鐘咧就限制咗喺啲嘅廠區裏面，仲要每一日啊都要屌你老尾閪做依一個嘅屌你老尾閪嘅依一個嘅檢尿鼻啊、核酸測試啊咁樣樣。如果你要入依啲嘅城區啊、小區啊、城中村啊，個撚個要提供依一個嘅24小時啊，依一個嘅核酸嘅依一個嘅負 negative 啊，依一個嘅陰性嘅依一個嘅屌你老粉嘅依一個嘅證明啊 ，otherwise 你都唔撚使旨意入去啦。好啦，如果你要喺呢地方裏面俾人封鳩咗嘅，要睇醫生嘅嘛點啊？咁你一定要經過屌你老尾有特權嘅人士嗰啲乜撚嘢街道社區防控辦啊，要佢哋嘅出示一啲嘅證明同埋一啲嘅登記。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咪真係買鳩呢啲嘅冚家產怕？呢啲咁嘅撚屌，屌你老尾閪係嘛？即係一個唔覺意唔撚俾你出城睇醫生，或者唔撚俾你出去，咁你就屌你老尾肚痛、盲腸炎啊、瀨屎瀨尿啊，屌你老尾閪哮喘發作啊，咁你就真係驚死神會來了上到門啦！就好似前一排喺貴州裏面有條僆仔中撚咗呢一個嘅一氧化碳煤氣毒啊！屌你老尾，呢啲咁嘅冚家產就喺個區裏面扮撚曬嘢，唔撚俾你出去。咁就係屌你老尾反魂佛術，屌你老尾死撚過臘肉啦！咁所以喺呢啲個區裏面嗰啲嘅朋友啊，由啲長期病患啊，過撚我都驚撚到震啊，震撚過貓王，有得震就冇撚得瞓，係嘛？一個唔覺意有啲乜撚嘢家居意外啊、頭暈身興啊、老人家屌你老尾閪，有啲頑疾突然之間惡化，又俾你封鳩咗區，又要買呢啲嘅大白怕，咁你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啊！咁啊，咁佢仲有咧就係嗰啲乜撚嘢嘅交通管理咯噃，又地鐵又唔撚俾喐，公交車又唔撚俾行。出租車又屌你唔撚將接 order， 屌你咩 Uber 嗰啲乜撚嘢網約車，收皮啦，你翻屋企瞓啦，冇生意做啊，全部停業，唔撚俾搞嗰啲乜撚嘢嚇，依一個嘅海珠區附近嗰啲乜撚嘢華南快速啊，
南环嘅呢一个嘅屌你老尾嘅高速啊，南沙港快速啊，乜捻嘢内环路啊，嗰啲出口全部 set 捻晒薄咯，就全部就屌你老尾系唔捻准入，唔捻准出。咁啊，除非你咧就系白车或者你系十字车 ，wave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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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都唔捻使旨意搞啦。学校啊、幼稚园啊、中小学啊，屌你老尾喺培训学校啊，屌你老尾喺嗰啲老人院、养老院啊，全捻部都唔捻准开，全捻部都要屌你老尾喺冚家铲收皮。大家如果你喺嗰个区域里面系屌你咩写字楼工咩 ，work from home 啊，捻样，全捻部都匿捻咗喺屋企里面。咁啊，所有啲屌你老尾喺卡拉 OK 啊、骨场啊、打边炉啊、酸辣粉啊、屌你老尾吓云吞面啊，全捻部唔捻准做嘢。淨係准得返啲藥店啊、超市啊，屌你老尾係係咪呢啲嘅醫療機構呢就仍然可以呢就係屌你老尾嘅營業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基本上成個區域死撚晒。咁好啦，我又返唔撚到工，小朋友又冇撚得返學，屌你老尾老人家生病我又驚屌你老母係奶嘢。咁廣州嘅呢嘅居民呢就係屌你老尾下，即係喺唔撚同嘅區域裏面，如果你住嘅社區小區俾人封撚咗呢，個撚個呢就屌老母啊，因為搵唔撚到食。出唔撚到街，冇撚晒人身自由，日日搵撚住我，你眼望我眼，左手打右手，屌你咩点撚样搞啊？咁唯有去啲微博里面屌老母发泄啦。咁但系班广州仔就好撚识玩嘢嘅，屌你老尾系明知啲捞头监控啊，微博嗰啲屌你老尾嘅北佬啊，唔撚识听广东话，所以全部都用广东粗口屌你老母啊，布你啊，摩啊，屌你老尾冚家铲啊，边撚个废柴啊，冇料到啊，屌你唔该你，屌你老尾落台啊！即係用曬一啲嘅廣東嘅俚語啊、粗口啊，屌孖叉巴冚家產。咁啊，當然嘅，佢哋未進化到啊識睇呢啲 AI， 亦都係辨別唔撚到呢啲廣東話語言，隻隻字都識加撚埋就全部唔夠識。咁啊，變撚咗留言大量嘅喺微博裏面出現廣東話屌鳩啲政府老母嘅呢啲嘅留言啦。咁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有人會問啦。点解又会爆撚到屌你俾啲撚樣走出嚟上街抗议啊，屌你咩下即係中国咁撚多顺民十九几亿全撚部都系屌你咩纯如羔羊啊，好似喺呢一个嘅鸡栏鸭栏啊牛栏猪栏里面啊等待宰嘅呢啲嘅畜生系咪屌你咩样撚到佢哋肥肥白白，然后跟撚住就戇鳩鳩乜柒都唔撚俾做，邊撚度都唔撚俾去，冚家產即係擲善而沽係嘛？即係睇撚到你邊嘢撚樣，屌你咩！到時候割韭菜就捉鳩你出嚟，屌你咩磨刀霍霍，夾咁樣 biat 咁樣曬啲血，就劏鳩你老母閪係嘛？你都好撚得睇得到啦！早陣子有條嘅呢一個嘅短片流撚咗出嚟，有個廣州大叔喺沙面裏邊屌柒呢一個嘅政府發撚曬爛渣。就屌你呢班咁嘅大陆人，个撚个都屌你老尾猪一撚样，俾个政府玩鸠你撚鸠你，屌你咩老啊冇鸠你老尾喺冚家铲乱咁冇，你班撚样完全都唔撚识得反抗，淨係识得喺度食份屙屌，係咪一有事嗰时俾人哋割撚咗你韭菜嘅时候你就喊都唔撚好喊啦。咁喺广州嘅或者係广东省嘅呢啲嘅居民当然亦都好明白到啦，而家呢一个嘅情势，唉你封城屌你老尾喺咁撚样搞法，扑你个街，喳喳林就去漏夜就去买嘢啦，咁亦都搞紧到啊！市面上面嘅超级市场出现咗一个奇景，就系、是、当佢啊宣布要封城或者系啊屌你老尾閪，有啲咁嘅消息流出嘅时候，个鸠个都冲鸠晒漏夜啊，落去超级市场个扫货，冚家铲一个唔捻知，以为行年宵添，屌你咪立半夜三更竟然去买餸啊买嘢，乜捻嘢都扫鸠干晒呢一个超级市场，咁啊！点解呢？明眼人都知捻到啦，唉你啲嘢话嚟又嚟，冇咨询突然之间又要咁捻样去做，长官意志你突然觉得系要咁，要乜捻嘢快速阻断呀呢个疫情传播呀，乜捻嘢科学精准咁样去防控呀，你咁捻样搞法话严到扑街冚家铲，我哋呢班捻样就俾你冇捻到屌你老尾核头都出烟呀，唔捻早啲去冚家铲买定呢啲呀冚家铲蔬果肉食呀，哇一个唔觉意你好似上海咁样又封你老母喺两个月啦，我真係含得撚橡皮糖，人食人屌你咪睇下附近有冇黑人捉鸠佢食都要。咁喺咁嘅情况係咪即係个个都苦不堪言叫苦连天。咁而家啦点大家都可能会问啦，点解啲友仔会比第二啲城市里面封城嚟得激烈呢？咁当然嚟家我哋华南嘅朋友係咪
广州嘅朋友、广东省嘅朋友吓，识翻场嘅，又或者睇得到啊，或者接触咗好捻多嘅香港人啊，或者系屌你老尾知捻到香港呢一个嘅情况，接收到海外嘅信息，一早都知捻得到啦。习近平呢条嘅滨州仔，屌你老尾系好玩唔玩玩呢一个嘅病态清零，全世界都屌你老尾行紧与病毒共存，共存先至系屌你老尾系掂当啊嘛。